湾南华大学设立了第一所的自然雨水研究所，而且是教育部通过。设立以后我们大家都去参与，但是我们的会长也还见证，我们中华自然疗法世界总会的一竿子学者几乎全员到齐，有中医有西医有教授有学者也有普通社会人士。我们到了南华大学参加的只是盛会，因为终于我们国家教育部能够认同自然医学，而且设立了自然医学研究所，所以我们对他们赋予高度的期盼和期待。一整天的开幕式首展致辞，你们都知道。